嘩，安德集。时间3:51。翻到学，即系都，我都望到话，有好多人都喺应罢课。因为点咧？琴日警方清场，跟一个18岁中学生就荃湾打警察，跟住警察攞真枪近距离射中佢嘅心口，跟住送去医院抢救，跟住由危殆最后稳定。跟完之后，有好多人就去上教育局要求全港停课，但我觉得呢个都好荒谬，停课即系变相就系话全港冇人翻学。即系我觉得佢好似搞到咩全民三罢，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。而今日嘅有人就发起罢作运动，阻我列车关列车唔关闭，跟住有人就喺油塘站启动嗰个紧急掣，跟住我望到全程。呢個搞爆作運動得個兩條友仔，咁我好似望到咧，即係網上好似有好多人都打算搞，但係得個幾個。就覺得如果咁樣阻車唔關閉，係違反港鐵府例。因為佢話如果咁樣阻住嘅話，就罰錢。跟住星期日有96人就被控暴動罪，80個男、16個女提堂，跟住好多人聲援。我講聲援，咁佢代表咪即係？將嗰個犯法嘅嘢合法化，咩警隊全港施放大人催淚彈，保障學童健康，強烈要求教育局宣布12日停課。佢話保障學童健康，我哋天水圍都冇人食催淚彈，所以話如果咁樣搞罷課嘅話，有啲離譜。即係佢係以話咩全港放催淚彈，屯門區、黃大仙、跟住荃灣、油麻地、深水埗呢啲地方放。咁對我哋冇影響，即係我哋距離呢啲地區好遠喎。即係都有一句，而家黃絲幾樣就係話以一件事去誇張，即係正如頭先咁講話，催淚彈遍佈全區，影響好多人健康。呢個就係借呢樣嘢去誇大呢件事。
連學校嘅組會都係話，佢即係雖然大嘅嗰個就係佢話杜榮讚嗰時佢話，我聽你個我聽你個 Miss 講，佢話雖然大家望新聞，琴日警一系列嘅衝突裏面，警就有一個中午嘅男，有一個學生就佢俾實彈射中嗰個心口，於是讓我們為佢祈禱。即係嗰個咧，如果咁，既然之後當讀完之後，有人就講呢個故事，有關於中國成立70週年，跟住個個即刻笑。咁係嘅，即係你話中國嗰日，即係琴日慶祝中國開心，但香港嗰邊就死氣沉沉，所以話有啲唔公平。